有要上厕所的这边哈，我们车停稳了，可以下去上个厕所。服务站到了，服务站到了，大概到乌镇还有一个小，接近一个小时，三十分钟吧，接近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哈。所以的话呢，如果要上的可以去上一下，一个小时多一点哈。不上的呢，在车上直接等一下就好了。上完厕所直接回来哈。Thank you.